光看我这个颜色杂七杂八的怎么放呀？所有的蓝色、绿色配黑色都挂这个架子上。既然蓝和绿放哪儿都乱，我们何不把所有的乱的颜色都放在一个架子上？看，蓝色和绿色都放在这个陈列架上了，但是中间穿插什么颜色呢？大家想想啊，蓝色、绿色配什么颜色好看？除了白就是黑，对吧？然后你如果放白色呢，它就没有冬天的感觉啊，颜色普遍的会变浅，所以我把绿色和蓝色和黑色穿插到了一起。大姐，这太少了吧，浪费架子呀！你放的多，连看都没人看，多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出去，我们先把多余的先放在仓库里，卖件挂件，卖件往上补充一件，保证每天不管销多少货，我们的架子都是这样满当当的，顾客来了有挑头，是吧？这样的陈列又好看，我们的衣服还能及时补充上。凡是挂亮色的架子啊，我们的量千万不要多，量也多，颜色也多，就不好看了，就更乱了。你看这个绿色和这种绿色风格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中间用了一条裤子给他们隔开了，前面三个款的衣服都能配这款裤子，这样陈列整体的时尚感一下子给带动了起来。只要喜欢这种色系的比较潮的小姐姐，她们直接就奔这个架子来了。整套的陈列在一起，能让顾客明确地感知到，哦，原来前面挂的这个上衣可以配后面挂的这条裤子呀。